工人哪有不疯的？一整天都在连轴转拍摄视频，生意还要继续被甲方折磨。可在脸上的除了怨气，还有黄气。人为什么要工作呀？做不了一点儿，根本做不了。做完之后精神正常了，亮白的脸蛋子也回来了。果然还得是他，全新红色麋鹿深耕护肤多年的老大哥又升级了，血黄提亮，嗖嗖嗖杀翻全场。一旦你熬夜加班脸蛋遭不住啊，需要急救的，就用湿敷贴敷上个十分钟，肌肤直接亮白几个度，简直就是咱们大工人必备的打工贴。而且这一瓶精华水可是吃美白特证上岗的，里面专研的 4MSK 美白成分，把已经生成的和准备生成的黑色素通通揽下，这样一套下来呀，你的皮肤想不亮白都不行。再加上百万千焦微晶碎啊，就像是给赛车加了氮气加速，速使咱们皮肤玻尿酸的生长啊，嗖的一下就把皮肤给它撑起来了。从根源上养好你的皮肤底子，让你的肌肤不再红红明明。它的质地啊，你看非常的清爽不黏腻，搭配上这个湿敷贴啊，第二天醒来你脸上什么疲惫感、淡味儿，通通上演消失的它。这个脸，只要我不说，你是不是以为本人是那种健康小学生作息？我不需要再多夸什么了，全新红色麋鹿，你值得拥有。